从古至今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。很多家庭都是妈妈带孩子做家务，而爸爸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赚钱养家。这样的中国式家庭有很多，而爸爸带孩子的画风也让我们大开眼界。这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，妈妈自从有了孩子后就专心在家带娃，做起了家庭主妇，而爸爸负责养家糊口。爸爸带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，这天晚上妈妈去做家务，让爸爸帮忙带儿子一会，只是一小会的功夫。等妈妈进入客厅后，就见到眼前的场景，让妈妈不得不佩服爸爸的高智商。爸爸带儿子一起躺在床上，爸爸告诉儿子不要打扰自己玩游戏，好好的，不要闹，妈妈一会就来。而宝宝天生爱动，不到两岁的宝宝不哭不闹是不可能的。宝宝躺在爸爸的身边，实在是太无聊了，一会想喝水，一会又想吃东西。爸爸实在被这个熊孩子磨得没有耐心了，眼看游戏马上就过关了，一下就被宝宝给打断了。对此爸爸也很无奈，爸爸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，为了让儿子不打扰自己打游戏，爸爸在床边放一个支架，将宝宝的水瓶放在支架上，并用一个长长的管子连接，这样宝宝就可以躺在床上喝水了。这个爸爸倒是很有办法，的确是一个好主意，这样宝宝就瞬间安静很多，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用管子喝水。爸爸暗自佩服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，这样就可以安心地打游戏了。不愧是爷俩，爸爸和儿子躺床上的姿势都是一样的，都翘起了二郎腿，尤其是宝宝短短的小粗腿翘起二郎腿的姿势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妈妈一进房间就看到这一幕，真的被爸爸带娃的画风打败了。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，很多家庭自从有了宝宝后，夫妻之间的感情变淡，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夫妻之间交流太少，没有共同语言。如果夫妻一起带娃，不仅增进夫妻感情，还能促进父子之间的关系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